皇上有没有问及过您的病情啊？有的，皇上问及过。你怎么说的？下官照相爷的吩咐。什么的？那就好。这是娘娘赐给小姐的。还有一件事情要请教你。相爷请说。就是小女婷婷的病情到底怎么样？这令千金的病当日匆匆离别，下官未曾仔细诊脉，不敢妄下断言。老太医，本相不想听这些场面话，听你的心里话。这说话呀。下官才疏学浅，请相爷另请高明。通杀。今天晚上又得趴在桌子上睡了。粉了，干嘛老拿粉来喷我呀？谁让你踹我了？现在什么时辰了？我看天还没亮，再睡会儿吧。这回呀，我要睡在里面。哎呀！睡不着了。
么？点那么多蜡烛干嘛？老娘还没死呢，你钱多了没地儿花。人生有三苦：撑船、打铁、卖豆腐。我已经占了一苦了，难道真让我嫁给一个打铁的？让我再占两样？老天也太不公平了！哼，哎呀，我在说城门楼，你跟我扯渡船头。整天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人家谢钟琪根本就是像躲贼一样的躲着你，你干嘛死乞白赖的盯着他不放？切，他才不躲我呢。他要是不喜欢我，干嘛还要救我？他什么时候救你了？就是张通那件事情啊，我想啊，一定是他找了锦衣卫把张通给赶走的。啊，你说张通是被他赶跑的？哎，他一个小白脸儿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啊，让那些威风八面的锦衣卫都听他的话呀？啊，那不是他还会有谁啊？你想想，我们娘俩这些年交往的朋友，不是打铁的，就是撑船的，还有卖菜的，还有刷马桶的，没有一个能上得了桌面的。这谢钟琪，我一见他，我就感觉他身上的气质非同凡响。这么说好像有点道理。但是人家谢钟琪像躲贼一样的躲着你，你又能怎么样？他不找我，我可以找他啊。谢钟琪，他绝对不会逃出我的手掌心。你就痴心妄想吧你。浑身无力，哎呦，腰酸背疼的，我怎么去送豆腐呀？是干什么呀？哎，这一坨一坨的是什么东西？哎呀，是荷花，别乱动。什么玩意儿？鬼才能看得清楚呢，把它给描实获得的，所以我要去找谢钟琪，让他知道我的这份心意。我想他要是知道了我这份心意，一定会感动得痛哭流涕。是啊是啊，谢钟琪看到你一定会吓得痛哭流涕的。哎哎，你回来。哎，荷花，你不能去。不能去啊。为什么不能去啊？为什么？
哎，为什么？啊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因为你不能去。真是，哎，你好歹也是个姑娘家，哪有自己送上门的道理呀？你这么做，只有让人家瞧不起你、看轻你，懂不懂啊？会吗？当然会了，我是过来人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帮你跑一趟，好歹我也是他未来的丈母娘啊，他看到我总得敬我三分吧。你在家等我的好消息吧。哼，你会这么好心替我去找他？你这是什么话？我你还信不过？那好，你自己去吧。气粗是你说去就能去的，万一他要是生气把你送进了大牢，老娘后半辈子靠谁去啊？是我们家荷花呀，花了一晚上的功夫做出来的爱心豆腐。爱心豆腐？这是荷花送给我的，他要你把这些爱心送给我。哟，你终于开窍了。对了，这是荷花呀，叫我拿来送给你的。怎么样，我们家荷花对你还不错吧？这是荷花送给我的，这是荷花送给我的。哎呀，荷花送给我爱心豆腐。傻小子，别光傻乐着了，你呀，赶紧找人上门来提亲吧。你送给我的爱心豆腐，要不然荷花可就生气了啊！你送给我爱心豆腐，爱心豆腐，提亲。啊，对，提亲，提亲。凤姑，你说怎么个提亲法呀？啊，这个也让我教你。哎呀，求你了，你就帮我这个忙吧，啊，富公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我就好人做到底了。哎，你呢，拿些银子给我。哎，什么提亲啦、说媒啦、下聘了，所有的事情我全办了。提亲，提亲，你提亲。啊，银子，有有，等着啊。多少？50八两6钱，够吗？勉强够吧。不够，我再问你要。哎，凤姑，凤姑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提亲的银子不够呢，你就别跟我客气，我再去拿。哦，你放心吧，我这个人呢，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客气。走了。那我就等你了。爱心豆腐，爱心豆腐。这是荷花送给我的，这是荷花送给我的，这是荷花送给我的，这是荷花送给我的爱心豆腐。公子，别，公子，咱们这伤还没好呢，这上街了干什么呀？
跟紧，跟紧，跟紧。哎，哟，小子，公子，公子，小子。小舅子，啊，这个漂亮吗？啊，漂亮漂亮，公子看上的都漂亮。马屁！小姐，麻烦你借我比一下。嗯，谢谢啊。哎呀，哎，这耳环是挺美的，不过人丑了点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公子，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我没有没有，公子说的对极了，他长得就是难看嘛，就是难看嘛，就是难看，他就是难看。我说，你笑什么？没有，小舅子不敢笑。主子挨人打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你这是什么好奴才啊？小舅子知错了，走走。哎，还没给钱呢。哎，公子呢？啊，对不起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你千万别误会，我没这个意思，你别误会，我是这个意思，我说的这个，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给钱，你快给钱呢，给钱，给钱，给钱，不能有钱了，我给钱。小姐，杨小姐，杨，哦，对对，杨小姐，杨小姐给钱。这个杨小姐，给钱了，对对对，杨小姐。啊，对对对，公子，哎呀，够，不是给，没，咱们出门在外不富裕，不像宫里也得省着用啊。来，喝。掌柜的，哎呦，荷花这么晚才来啊？今天有点事耽搁了。哎，我先把豆腐送到后头去啊，一会儿来给你结账啊。哎哎，豹子，豹子！哎呀，开呀！啊！哎呀，天杀！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来，再来。这是大小姐昨晚写的治水方略的卷子，她要我交给您，看看是不是能帮上老爷的忙。哦，好，拿来我看看啊。条理分明有理，确有过人之处啊。柳儿，真不愧为是我杨梅府的女儿啊。大小姐现在在干什么呢？回老爷，因为小姐昨天熬到天亮才睡觉，所以她现在还没有起来呢。让他好好休息，
啊，不要打扰他啊。嗯，乐乐明白。哎，对了，你告诉厨房的李妈，让她熬一碗银耳莲子羹，等她醒来，让她吃下去啊。好的。有了这篇文章，皇上一定对我另眼相看。老爷慢走。起敬。弄明白了，再起来。哦，
哎，慢走啊。哎，嘿嘿嘿。铁童，荷花，最近混得不错嘛，又有新生意上门了啊？是，荷花，我正打算去找你去呢。拿着。你怎么知道我是来借钱的？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？是不是啊？也对啊。铁童，啊，你这几年辛辛苦苦挣的钱，大部分都被我娘给骗走了。就是。剩下的那点儿，也都贴到我们家的屋顶上了。铁头，总有一天，等我当上一品夫人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加倍还给你。我先走了。荷花，真是的，他老说他要当一品夫人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这难道说要把我这铺子改个名字？一品打铁铺。你坐的，快起来，别把我椅子给弄脏了。爷，他是你的客人，他能坐，我也是你的客人呢，我为什么就不能坐？嘿，就凭人家是千金大小姐，穿得起绫罗绸缎，瞧瞧你自个儿，全身上下里里外外还不够人家剩的零头呢。哎，去，看嘴去。这身衣裳是我乐乐跑了好多个地方才给你买到的，你不是怕出门会被老爷认出来吗？打扮成这副模样，就算在路上碰见老爷，我保证他也不会认出你来的。哎呀，快走吧，小姨子他们一定等得不耐烦了。快走走。小柚子啊，来，公子，可以，你坐吧。啊，公子，你这啊，打。
哎，小游子的星星眼亮最好看了，你一笑眼睛就没了。啊，不笑不笑，啊，大大大大。哎，耿子帅帅帅。哎，杨柳，他们咋还不来啊？哎，乐乐答应我的事儿，他一定会做到的。小游子，我们来了。公子来了。啊！哎呀，公子，你怎么往床上躺呢？人家来了，你哎呦，我的屁股疼啊！大小姐，你家公子怎么了？他那个。柳姑娘，哎，别走，哎你，哎呦，哎呀，乐乐，快把金疮药给我拿来。是，大小姐，您坐。大小姐，坐。公子，你家公子说，你怎么不疼啊？我疼啊，我哪能不疼啊？不过再疼也没有我们家公子疼。我现在屁股肿得跟馒头似的，哎，不信你看看。哎，大小姐，您坐，这是金疮药。哎，乐乐，我发现好玩的地方，我们一起去玩。哎，公子，我去了啊。大小姐，你们慢慢聊。哎，公子，我走了。美味佳肴，我们怎么能在这个陋室里享用呢？不如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野餐，去一个美丽的地方，怎么样？伤害的，来，像我这样，我这个，
轻轻动一下。嗯。瞧见没有？马是很听话的，它是人类最好的朋友。只要你温柔的对待它，它一定也会温柔的回报你。别怕。黄叶地，秋色连波，波上寒烟翠，山岳斜阳，天阶水，芳草无情，更在斜阳外。暗香浮，终与思，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。明月楼高休独倚，酒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。吴山青，月山青，两岸青山相对饮，峥嵘有离情。君泪盈，妾泪盈，罗带红心结未成，江边潮雨停。六儿，让我们为彼此难得一见的默契击掌吧。什么？我在找，找到了。